是不应该提前过课题啊。那么，不过，我今天在我找了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这个简报啊。那今要我下台问过啥？要问啥？啊，这个是拿你自己在《新都市报》6月5日所发表的，要我下台问过啥？基本上就是说，要拿你下台去问过啥老岳。好，那么今天的周选就是要问啥老岳的，要不要拿你下台？最好的时刻，所以这再次的证明，说我们的这一次的周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周选，而且像过去的两届周选，这次的周选将会牵动整个国家的政治的民主的进化啊，所以再次的呼吁我们沙劳越人民把目光放大，目光把这个周选在这个周选就是能够改变马来西亚国家命运的一场选举，甚至能够决定纳吉去留的一场选举，沙劳越人决定国家首相的命运。